不愧是纽约州第一高中生，安东尼17岁，儿子玩单挑，竟与快船队后卫海兰德互爆。虽然卡梅隆·安东尼已正式退役，但他的儿子基扬却有机会传承他老爸的衣钵，在未来登陆 NBA 联盟打球。基扬目前年仅17岁，身高1米96，体重84公斤。他早年便在他父亲安东尼的指导下接触篮球，拥有不俗的篮球天赋，如今已成长为一名4星高中生。基扬在纽约一家知名球馆中训练，期间与快船队后卫海兰德玩起单挑。别看基扬非常年轻，他对上海兰德的防守打得轻松写意，无论是急停撤步跳投还是强突上篮，基扬都能在海兰德面前得分。不过他也防不住海兰德，后者照样能在连续运球后高难度强投打进，还同样用撤步跳投得分，以此回应了基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基扬将在纽约布鲁克维尔的长岛路德高中进入高中最后一年，他还被评为2025届纽约州的第一高中生。有安东尼的传道解惑，大家看好基扬未来在 NBA 的前景吗？